我告诉你要为什么我感觉难呢，因为这一段啊真难懂，真难懂。他开头啊大家真伟大，到后来啊他结束在啊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被招聚在一起。我劝你们读啊以后凡是读到聚会这个字啊你都稍微小心点，看他到底是不是用 assembly together 还是、啊、gather together in my name， 两个是不一样的啊。So assembly together 大家都来在一处， gather together in my name 是在我的名里被召聚在一起，几个人呢？两三个人。你有没有注意啊？讲了半天没有一个人伟大，懂门徒真谁伟大？结束在哪里？两三个人就聚会了。开头他说到，开头，他是说到，谁要伟大呢？主耶稣说要孩子到我这儿来，你们要像这个小孩这个样子啊。谁能回转像小孩这个样子，谁就伟大。换句话说，主耶稣没有否认教会中有带领，所以他后来说啊，若是啊有一个人犯罪了。因为他犯罪呢触犯你的良心，得罪你不是啊跟你吵架了，做错事了，欠了你一根葱了，拿了一毛钱了，不是，他是他有一个 sin unto 或者 sin against you， 就是、啊、这个人有罪了，这个罪呀、啊、叫你很受搅扰，你就啊去找他合一的跟他谈一谈，如果他听了你就把他得回来了，他若不听呢，这节很难懂啊，你就再找一两个人和你一块儿去告诉教会，那个就是告诉啊伟大的，告诉带头的，告诉教会呢，这里有一个原则是触犯的，很难懂。因为啊譬如说啊有一个弟兄有一个缺欠或者有一个罪或者有一个限制，原则上你可以跟他讲，你不要跟任何人讲。到后来呢，你抓了几个弟兄，一两个弟兄一块去跟他讲，那你就一定要先告诉这一两个弟兄，一两个弟兄要陪着你先跟他讲。那个人说我就不承认我有错，我觉得我是对的，那你就要去啊告诉教会，教会谁啊就是伟大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啊，教会中是有伟大的。那这伟大的有多大呢？大到一个地方两个人聚会就够了，同心合意祷告，然后三个人聚会。他讲到一个生机教会的原则，教会生活的原则，生机的教会生活，两个人就可以奉主名祷告。你想要带头啊就不能数人头，凡是数人头的都不是带头的，带头的是到山上去找那个失迷的羊的，谁到山上找失迷的羊，谁就是真正带头的。但是啊，是这样带头的，还得要注意啊，你把这个找着了，带回来了，你有一种欢喜。我不知道弟兄们，你这一辈子啊，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欢喜？我告诉弟兄啊，有一个经历你们没有，什么没有呢？我到山上去找，找着了。我把这羊扛在肩上，我把它带回来，他跟我一同坐在聚会里，我拽在他旁边，我里面看见这么一个会众啊，可是我在看见我旁边这个弟兄，我里面就说不出来的喜乐，那个喜乐比数人头还要厉害。读经人读到这里啊，都会非常的难，到底什么意思？如果现在啊和你这样来画这个图啊，画这个图，这个你现在在地上，啊，你在地上，你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神所造的。你现在啊，这是你啊，这是你。那么这里呢，有一个东西叫生命，来画大一点吧，有东西叫生命啊，还有一个东西呢叫世界。你是在这里啊，一只手可以往这儿走，一只手可以往这儿走。一只脚可以往这儿走，一只脚可以往这儿走，一只眼可以往这儿看，一只眼可以往这儿，这个叫做 Zoe 啊，
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叫做 cosmos，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世界里什么都有。有的人呢，他活的时候啊，他的眼睛、他的手享受了很多；还有个人呢，他就一只手。这时候什么呢？我只要啊，神圣的生命。有一天啊，到算总账的时候，他有两种总账，一种啊 ，nothing to boast， 没有什么可讲的。人家问你了，你生活的快乐吗？很快乐。为什么？我有主，就是有主嘛，就是有主。还有别的吗？就是有主。别的呢？就是有主。那他就讲了，我只有一只手，就是见到主。那我另外一个手好像没用了。我这个手抓住主，我其他都不要了。什么叫做不被绊倒呢？不被绊倒就是啊，当你这个人活在一个合适的见证里，你只要主的时候，世界的一切啊都被切割在外了。这个时候啊，你是单单纯纯要主的人。我只有一只脚，我只有一个手，我只有一只眼，然后我坚定地向着永远的生命。我很喜欢啊，我希望我们所有在座的，有一天我们都去见主了，见主我们都进到永远的生命里，我们讲我们的人生啊，就太平淡了，没有什么叫人惊喜的，懂吗？没有什么叫人起来夸耀的，我就这么单单纯纯、简简单单活在神面前，让神来满足的。现在你懂不懂？这就是主耶稣这里的意思啊。你宁可活一个平淡的生活，也不要两手两脚两眼呢盯着世界上的事物，结果呢叫你啊就进到沉沦里面去了。在下面就什么呢？他说他说倘若十五节啊，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呢，感谢主，你就得了他了。他若不听呢，你就带另外一两个去啊，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是定准的。换句话说，负责的听这些话的时候是定准的，知道这些地方讲的是事实，是可靠的，是定准的。若是凭两三个人的口啊，做见证都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呢，就是我先找你，你不听。我再找两个圣灵再来找你，你还不听。若是还不听呢，我去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呢，就要叫他回归本位，因为他的生活就是外邦人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税吏的生活。这里的得罪，这里得罪不是 offend， 英文不是啊，不是 a brother offend me， offend 很容易的，懂不懂？这里是 sin against，是罪，不是错。如果一个弟兄得罪了你，不是得罪你，一个弟兄在罪中，他在罪中的生活触犯了你。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一个弟兄在罪中，因为他在罪中那种生活触犯了你，不是他做一件事得罪了你，是他在罪中的生活触犯了你。比如说一个人早晨来聚会干什么呢？就在聚会里找麻将搭子，是不是叫搭子啊？就配搭的搭的人，总之啊，找麻将搭子。那这一块吃饭，他的眼睛都会看啊，那就懂了，散会哪里见啊？然后吃完饭以后，四个姊妹就失踪了，干什么呢？去打麻将，他 offend 你，就是他这个罪 offend 你。不是一次打麻将，一次打麻将，哎呀，弟兄啊，也许他们过生嘛。他一到来，也不是他来聚会的，还是找搭子的。一来聚会，东张西望，然后，好，他就爱心聚会，就好吃饭，吃完饭就失踪了。弟兄啊，这就 offend 你了，懂吗？就 sin against you， 他所犯这个罪。叫你觉得里面受了刺激了，觉得不愉快了。所以你注意啊，
人得罪你不要当回事，懂我的意思吗？人得罪你很自然，人本来就是得罪人的，所以人得罪你不要当回事，人在最终过教会生活要当一回事。但如果有一个人，果然有一个人难处，有个难处，这个难处啊是个弱点，也可能是个罪，是个罪。为什么是个罪呢？成为他的霸占，霸的意思就是不合理的，懂不懂？强迫的，逼着你吸烟就成为一个罪了。吸烟不是罪，我吸一口烟算什么？但是吸烟成瘾就成为罪了，因为这个烟霸占你了。然后到会聚会来以后递烟，懂我的意思吗？你要懂这个里面这个讲究啊。我在一个地方做训练，有个地方，这个遥远的地方，离我做训练的地方开车啊，我想坐火车吧，坐火车总要高铁总要10个小时，很远的地方啊，带了一批弟兄来了，这些人很多都是新的，什么都搞不清楚。一个弟兄一上会啊，出了会所就吸烟，就把这个烟蒂啊就丢在停车场。哇，他去吸烟有一点然后弟兄就来找我了，说朱弟兄啊，这怎么可以呀？这个会所是圣的呀，懂不懂？我想回答他，会所不是圣的，会所有基督才是圣的，会所没基督圣什么圣啊？开别人可以卖去开赌场吗？是什么圣啊？但无论如何啊，弟兄那个反应啊多强啊，我一句话不讲，我也不敢讲，我讲这什么关系？那他们就讲了，我赞成人吸烟，我讲这绝不可以，我讲不出来，一个人吸口烟为什么不能来聚会？但是他如果每次来就吸烟，我就不让他来，他就来一次嘛。好处在哪儿呢？过一段时间我去访问那个地方，见到他了，他一个很好的见证，朱弟兄啊，自从参加那次特会以后，我回来就再也不吸烟了，你看被主得着了吧，阿们吧。所以你不要看呢啊，你怎么会到会所吸烟？那我再回来啊，聚会中绝不可以吸烟，散会以后最好不要当作大家面的吸烟，因为总有圣徒良心很软弱，偷偷吸可以，但是天天偷偷吸不可以。现在懂我这句话了吗？这就叫做 sin against you。 我在一个地方，一个长老，那真是好长老，这个弟兄啊，他一见我他就一句话啊，告诉别人说，朱弟兄，他也告诉我，朱弟兄啊，你天生是可以服侍主的，你的恩赐很显明，你一辈子有的苦吃。我就很羡慕他，他很尊敬，很尊敬弟兄，所以他让我讲道啊，让我服侍啊，让我传福音，我们带很多人得救。哎，有一天跟他在一起啊，我觉得不对，我觉得他吸烟，但是不能相信，同学，这个长老这么好的长老怎么吸烟呢？但是你明知道他在吸烟，吸烟是躲不掉的，吸烟可以好像没有吸，可身上总有个味道。我一句话都没有讲，在我里面，主啊，你要怜悯了。那个时候有一点复兴，他也我因为我在，我们一同嘛，他也越来越爱主，我也越来越爱主，我们一同服侍。突然他讲到，他弟兄啊，我告诉你啊，连那个短短的3寸的香烟你都胜不过。我里面感觉阿们，现在过去，做了这句话有主了就过去了。这次见证以后他过去了，就再也没有。成为一个在我们中间最好的弟兄，但是我没有指出他的错，为什么没有指出？不需要吧，主给他丰富的同在了就可以了。弟兄姊妹啊，都会有限制啊，可以啦，你就告诉他，是不是？不听啦，你找2-3个弟兄一同告诉他。特别，特别啊，如果这个罪是牵扯到伤害别人，或者这个罪是牵扯到伤害见证，我不知道懂不懂？我自己吸烟是我的，懂不懂？那么如果我有一个罪是伤害别人的，
如果我有个罪是伤害见证的，那弟兄就应该很严肃地告诉他，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就在这样的时候，弟兄啊，还是不听，你就要告诉那些伟大的，就是负责弟兄。那圣经也很简单，他不听教诲怎么办呢？你要就叫他像外邦人税吏一样，他本来不就像外邦人一样吗？他就吸烟的嘛，所以他该怎么活就怎么活吧，并不是啊，就好了，你不听我，把你开除了，不是，就看你好了，你愿意怎么活怎么活了，但是要你侍奉没有，要你担当一些承担托付不可能，要你服侍弟兄姊妹不可能，因为你是一样一个，我们对你是像看一个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阿们吧。